那昨天看的时候800斤的呢，800多斤，就发视频那个，谁敢用？那昨天有人说你喂20年了，你是那是？每天呢？哎，又有。说实话，那肉吃着倒香，就那收拾费事啊，冻的挡不住。就那种多，那也没电了，就是。跟你说，咱们我卖我都不怕卖，我倒卖了。收什么了？这小铁盒整800斤猪，那不闹玩呢？那干啥？倒好吃，我操！好吃也好卖。那猪鞭咱几个嘛？嘿，都扔了，这。哎呀，这本是多少钱？6块钱。哎呀，6块钱。嗯，6块。啊。你想要？1袋20斤。正常的小猪三十。这是20斤。差不多吧，最少18、19斤吧。这一扇得100块钱，嗯，百八十块钱。你记着，买板油你白买薄的，买油买薄的不出油。这多了啊，你叫二来就行。这不大骨头14。20左右。对，你说超20就行。那边过来看见了吧？20到哪儿？都整不明白了，现在。我也看不好。他这个猪厚。不大。看不准。谁看不准了？在这儿吧，凑多少算多少，峰哥是吧？也就那样，20多斤。20斤，他都不带出的这事儿，没敢那么开。哎，这怎么这么难搞？把骨头提下来。哎呦，那早都提下来了不就得了？这块骨头好吗？是这劲干！妈呀！你说咋着啊？你说不挣钱不抠搜咋整是吧？啊，你有钱的人家不在乎我这穷的拉的，20来斤，差不多，没了。这20斤，这事儿都各位是，后球来30斤啊，我女的20袋，我10斤袋啊。这死牛！我知道把这个勾起来，这个后球就基本说差不多了。Thank you.
顿骨头吃了，昨天吃的。这个二十，比一斤够。嘿，十八斤。哇，这下二斤。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十。这个来十斤。这个来十斤，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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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好，我操！死了，走了，好的，看孩子去了又。这才没吃了，你儿子咋的？在天津呢。哦。好，这辈子，我这辈子，这是白瞎了。操！这买你，真白瞎了。来哥，那肉好，十三多吗？多，多长这么大。来十斤就行了。给你这块，好吗？给你这块，还有这盒，哎，十斤零三两六，这就是。哦，是五十斤是吧？五十斤，挖不动嘛，走不动。哎呀，太了，那猪啊，谁一看谁眼晕，不是我不抓。一看是个眼睛，一个猪头溜就是拿你咋收拾了，你要把它杀出来我就可以。那猪头吃的挺香的，那大猪头吃的我都吃迷糊了都。咱一会儿王那个就是个吃的吃的。哎呀妈，我不用那块布行吗？妹子来了，我就给妹子卖点好。你要点吧，有点，这不中啊。我这不是从北洋每天看你们卖的，看你们。这是啥？这是忠实的粉丝，铁粉。够不够香？那我就要个四五斤，你看看够不够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去啊。那猪谁杀的呀？杀不了。我可不要，这坏了。哎呀，前年我还杀那大的七八百斤，我干，人家也干不动。今天杀一个卖挺好，他妈还到处就卖定，但是就一样。那你今天早上咋没做饭呢？每天不都上几趟吃？妹子，看这，那啥？啊，我还没瞅着呢。你看着呢哈，坐上了都没吃呢，这后头开吃了。这会儿好，还有红薯呢，一个整个块红薯给你了。谢谢。是，八块。用的铁粉，就这点事儿，那不小简单，太小简单了。行行，你要哪块？哪块？你说哪嘎都中。咋嘎都行，那就给我凑二十块钱就行了。那要不然你还得再找我钱。好，二十。俺这个敬你，你看我都炖上了哥。哦，我想的是你那没事就在这做饭吃呢。家里没人给肉了，没人给做饭了，乐吃就吃，不吃也没人管。这日子过得难呐。